伦敦郊区一处建筑工地上，特工邦德正站在数十米高的塔吊上，与一个黑人小伙大打出手。这个黑人小伙名叫小白，是一名来自非洲的炸弹客，而邦德则是奉命前来抓捕小白的。经过一番激烈的打斗，小白自知实力不济，找个机会再次逃窜，来到未完工的高楼内部。在这里他开启了酷跑模式，上蹿下跳，非常炫酷。当然邦德也不甘示弱，全力追了上去。最后小白拼命跑到自己国家的大使馆寻求庇护，可是没想到邦德居然不按套路出牌，跟着冲进大使馆，将小白一顿暴锤，甚至连大使也一块揍了。接着邦德像拖死狗一样准备将小白弄出使馆，却遭到使馆保安的围攻。这些人手持 AK 朝着楼道里的邦德疯狂扫射，一时间整个大使馆都笼罩在了枪林弹雨之下。面对如此猛的火力压制，邦德赶紧拽着小白顺窗户跳到院子里，结果还是被士兵拦下来。邦德见状直接掏枪干掉了小白，然后一枪打爆远处的煤气罐，制造混乱，接着拿上小白的背包快速逃离了现场。等来到安全区域，邦德打开背包，找出一枚定时炸弹和一部手机，接着他根据手机里的短信查到小白的幕后老大黑哥在巴拿马，于是在上级领导金姐的帮助下，邦德也来到巴拿马，准备一举铲除黑哥的炸弹客组织。他先通过手机上的地址成功锁定黑哥居住的酒店位置，之后经过暗中观察发现黑哥有一个美貌娇妻，名叫小美。邦德顿时心生一计，来了一出美男计，成功将小美迷住。这才从他这里得知今晚黑哥要去机场工作，邦德意识到不对劲，急忙脱身赶往机场，并打电话给金姐。他怀疑黑哥很有可能会在机场制造恐怖袭击。得知这个消息，金姐突然想到最新型天空舰570原型机将于今天晚上在巴拿马机场试飞，很有可能这架飞机就是黑哥的目标。果然金姐的判断是正确的，黑哥就是要炸毁这架飞机。现在的他正在机场外跟炸弹客杰克接头。等一切交代完毕以后，两人起身离开了现场。就在这时，邦德突然出现，抓住黑哥，一刀将其捅死。接着邦德用黑哥的手机给杰克拨去电话，成功锁定位置。没想到杰克居然察觉出异常，他急忙跑进更衣间换了一套警察制服，接着打破火警报警器制造机场混乱，趁机从后门逃脱，开上一辆警车来到停机场。即便冒着被抓的风险，也要坚持完成这个任务。他先打晕油罐车司机，将微型炸弹装到车上，然后开上车朝着飞机而去。突然邦德从一旁冲出来，迅速爬上了油罐车。杰克见状猛打方向盘，想把他甩下去，但是并没有成功。邦德爬进了驾驶室，接着两人扭打在一起。杰克趁邦德拿枪的空档，一脚将他踹到车门边，结果却让邦德发现了藏在车里的炸弹。他拿起炸弹接着跟杰克缠斗，这时飞机已经近在咫尺，杰克无心恋战，瞅准时机跳下油罐车，而邦德则赶紧踩下刹车，在最后关头将车停了下来。可是邦德也因此被机场保安抓了起来，远处的杰克看到以后直接启动炸弹，没想到却将自己炸上西天。原来刚才两人在对战时，邦德偷偷地将炸弹挂在了杰克的身上。与此同时，一个男人在得知黑哥任务失败以后顿时大怒，这个男人名叫路西法，是很多恐怖组织背后的银行家，专门帮这些组织投资洗钱。这次他私自挪用1亿5000万美元投资某航空公司股票，只要黑哥能将天空舰570原型机炸毁，那巴拿马机场就会损失惨重，导致股票大跌，这样他投资的航空公司股票就会水涨船高。可没想到黑哥的任务居然失败，导致他投资的1亿5000万美元全部打了水漂。现在路西法必须想尽办法尽快赚回这笔钱，来弥补这个漏洞。可是想要在短时间内弄到这么多钱，只有开设赌局，最重要的是他还是赌桌上的绝顶高手。于是路西法在黑山的皇家赌场开设高额赌局，一共招募10名玩家，每人的赌注是1500万。他作为庄家，如果能全部赢下来，刚好够1亿5000万美元。另一边，金姐通过调查发现黑哥是个中间人，接着顺藤摸瓜找到了正在开设赌局的路西法，同时他也注意到了近期股票的波动，再联想到路西法是投资家的身份，立马想到路西法这是在填坑。几经思考，金姐决定派出同样是赌桌高手的邦德前往黑山赌场，不过并不是去杀掉路西法，而是去赌桌上赢光他的钱。因为金姐知道
路西法的钱都是恐怖组织的，如果让恐怖组织知道路西法把钱都赔光了，肯定不会放过他，到时候路西法只能找金姐寻求庇护，当然作为交换，金姐就能得到他手上所有恐怖组织的资料。同时金姐还给邦德安排了一个名叫珍妮的美女会计，负责管理1500万美元的本金。很快两人来到黑山，在当地线人的帮助下成功参与到路西法的赌局里。当天晚上邦德来到赌场，由于之前的高调行为，路西法一眼便认出了邦德，不过并没有声张，现在的他只想把钱赢回来。没过多久赌局正式开始，邦德为了摸清路西法套路故意输钱，经过一番观察后发现路西法每次在炸牌时都会左眼抽搐，并且习惯性摸头。看出这些以后，邦德决定在下半场一举赢回所有钱。中场休息，路西法在返回房间时却被恐怖组织派出的两个打手二狗绑了起来，好在他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成功说服了两人，让他继续完成赌局。没想到打手们在离开时竟然遇到了邦德，在经过他身边时看到邦德耳朵里的耳麦，立马意识到不对，接着便掏枪朝邦德射击。危机时刻，邦德迅速拉着珍妮躲到楼梯间，等打手们追过来时，他一脚将第一个跑进来的打手踢下楼梯。这时另一名打手拿出砍刀对着邦德一顿乱砍，两人随即在狭窄的楼梯展开厮杀，从楼顶一路打到楼下，最后邦德抓住机会将这个打手勒死。珍妮看着地上的两具尸体，顿时吓得语无伦次。邦德赶紧把他送回房间，简单安慰之后，他再次回到赌桌，继续完成赌局。很快，邦德就看到路西法左眼抽搐摸头，意识到他又在炸牌，于是果断梭哈。可惜这一次他错了，那些细节都是路西法故意表现出来的。就这样轻敌的邦德一次性输掉1500万，没办法，邦德只好找到珍妮索要500万美元再次入局，结果却遭到拒绝。珍妮认为邦德太自负，如果继续下去会输得更多。这下邦德顿时瞪眼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美国特工找上门，称可以提供资金，不过有个条件，那就是如果邦德赢了路西法，必须由美国中情局逮捕他，甚至赢下来的钱特工一分都不要。邦德听后欣然答应下来，再次回到赌桌，邦德开始认真起来，很快便靠着500万的本金赢回不少。路西法见状坐不住了，立马吩咐手下在邦德喝的饮料中下药，结果没有防备的邦德举杯一饮而尽，没过多久药效开始发作，邦德顿觉头晕目眩，心脏都快要停止跳动。他赶紧回到车上跟金姐联系，在医生的指导下，邦德取出车上的除颤器准备进行电击治疗，没想到他刚组装好除颤器就因为心脏骤停晕了过去，好在珍妮及时出现救了他。随后邦德又回到赌桌上，面对再次使诈的路西法，他没有丝毫犹豫，直接将手上的4500万美元全部梭哈出去。路西法在思考片刻以后选择跟注，然而这次的幸运女神站在了邦德这边，最终赢下路西法所有的钱，并且汇入到自己的账户里。谁知道输急眼的路西法居然将珍妮绑走带上了车，邦德赶紧开车追了上去，没想到路西法突然把珍妮扔在路中间，好在邦德及时发现猛打方向，这才没撞上。不过他的汽车却因此发生侧翻滚到路边，而邦德也被震晕过去。醒来时，邦德发现自己被绑在一处工厂里，而路西法对他严刑拷打，索要银行账号，但是邦德宁死不交，直到被打晕过去。突然外面传来一声枪响，紧跟着一个西装男从杀进来，直接将路西法击毙。不过奇怪的是，西装男并没有杀掉邦德。等邦德再次醒来时已经在医院里，而珍妮就在身边。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，他俩互生情愫，成为一对恋人。这天两人一起来到威尼斯旅游，到了这时邦德已经不再考虑是谁杀了路西法，毕竟他一点损失都没有。早上邦德将银行账号跟密码告诉珍妮，让他取出1500万美元汇给英国政府。可是没想到珍妮这一去居然将卡里面的钱全都取了出来。接到这个消息的邦德一脸的不可思议。随后邦德通过调查找到珍妮，刚好看到他将手上的现金箱交给了一个墨镜男，两人似乎是在做着什么交易。邦德见状直接跟对方的手下开战，墨镜男见势不妙，立马带着珍妮躲进了附近的房子里。邦德在解决完那些虾兵蟹将以后也追了进去，在这里他火力全开，很快便将墨镜男跟其手下全部击毙。可是激烈的枪战也将房子的地基气垫射穿，随着气垫的裂开，河水快速涌了进来，眼看房子就要坍塌，邦德赶紧找到被锁在电梯里的珍妮，想带她一起离开，但珍妮却说了一句对不起，之后便跟着房子一块沉入了河底。邦德从珍妮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她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，于是快速跳入水中营救，可惜珍妮最终还是死了。另一边，
在枪战的过程中，西装男再次出现在附近，将现金箱拿走以后离开了现场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邦德接到金姐电话，得知了隐藏在珍妮背后的故事。原来珍妮的男朋友被路西法背后的恐怖组织绑架，以此来要挟他帮忙拿回邦德手里的钱。其实从一开始，珍妮就是故意接近邦德的，这让珍妮在心中产生愧疚，所以在临死前才对邦德说对不起。在了解到事情真相以后，邦德通过调查找到了西装男，直接送他去了地狱。虽然钱没有了，但也算是替珍妮报了仇。好了，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本片片名《007大战皇家赌场》，上映于2006年，是007系列电影中的第21部。本集中饰演邦德的是丹尼尔·克雷格，凭借此片成功入围第60届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，并且获得最佳男主角奖。喜欢的请关注我，我是范叔，我们下期见。